这些年未得相见，你已经被他们害成了这副模样。 我倒此物早已落入那多么怪兽中，竟被你寻得了。或许这就是机缘吧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帮你将此物回复神里，劝作我的答谢之夜了。不过是几缕天上垂下的丝线，连它通向何处，是福是祸也不知道。为何都争着往上爬呢？